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。35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36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37点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38点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